二神黄晓明自创新版岳母刻字。哎呀，这林心如怎么跟中国第一帅黄晓明这么亲密啊？镜头一拉开，原来他们是为了最新电视剧《金钟岳飞》到台宣传。提到岳飞，大家都晓得岳母在他的背上刺了“精忠报国”四个字。当黄晓明被问到现实生活中想在背上刺什么时，他就给了一个二道家的答案：转发微博，转发微博。为什么？这为什么？为什么现在？微博为王啊，你看大家都在看。对哈，好像那个现在是非无私是转发微博。哎呀，小编点评，小明哥四个 baby 我爱你不是更好。